接下来是我们超大的这个庭院，你看还有这个哦，哎呦，哇，下大雨耶！运气不，我们都已经拍完了才下大雨，真的很棒。我们的第二本写真《有你的夏天》开卖咯，影片下方说明栏有网络购买连接，到实体书店也可以购买得到哦。今天这部影片呢会抽出三本写真，请你按下 like 以及分享影片，并且留言说我要皇室兄弟的写真，留下你的 email 就可以参加抽奖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早安，我是哲哲。看到一个人就知道今天不是真人就是惊喜，因为现在伟伟就是在房间里面准备。然后呢，我提前准备好就是出来开场，这个开场呢才是今天真正的开场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致敬马来西亚那一集。如果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就往右上角点进去看看马来西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一样，我们会派出两名特派员，从头到尾跟在我们拍摄的旁边。这一次我们非常厉害，我们不但联合了特派员，还有旁边的小帮手，还有书商以及饭店。没错，这些连饭店都是我们的内应，所以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人。求证、旁证，加上主办、协办所有单位，全部都是我的人。伟伟，你准备接招吧！最后，我们会在房间给伟伟一份大礼，就看伟伟拆开这大礼是什么感觉。我们马上开始吧！哎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行李。我跟你讲，我只睡两个小时，我现在头脑总是忙的，我还可以开完场，我真的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双兄弟，我是伟伟。这者，今天呢是我们这一本写真的拍摄日 ，Day One， 现在早上7:30。所以我现在突然有点呛，超级，我是真的，就整个飘飘的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两个昨天应该都大失眠，我们两个都睡不到3个小时。但还好，我们今天呢，以及这一次写真的目的地是花莲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是台铁。大家现在已经很怀疑，就是我们不是在饮食控制吗？为什么要怎么可以吃麦当劳？我多久没碰它了？跟你说，为什么可以吃？因为今天吃完这一餐之后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拍。游泳池，第一天是拍泳池，饭店里面的浴缸，所以我们接下来都不能吃泳池了，我们只能吃一些微量的水跟软糖、如果我们在中间进食的话，有可能会造成还没有消化，你的胃就会突突的，然后肚子看起来会鼓鼓的这样子，这样我有胃突的问题。看起来是什么？看起来就是拖，嗯，太久没吃到猪肉满福堡了吧？感觉流泪。快哭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会呢开始记录3天的写真拍摄日的一些日常以及发生的事情，以及还有一些幕后花絮。好了，我们车上见。噔噔，我们上车了。你一早上已经文字，我们差不到30秒就上不了车。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不是我。好啦，反正现在就是我们终于搭上车了，我们11点才会到，2个小时又10分钟可以睡觉，好好的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等他起床的时候就是花莲啦。噔噔，到花莲了。大家好，早安、午安。你跟早上不一样了耶。怎么样？我现在比较精神吗？对，我们现在先去。饭店，而且我们今天住的饭店很美哦。哎，我们希望呢天气都很好，不要下雨。Oh my god！ 那个厚厚的雨，对，厚厚的雨啊，到不行。嗯，你怎么正好跳进去？到了，这是我们3天要住的地方，央视美丽度假酒店，太棒了！而且真的很期待里面的设施跟房间呢。最期待的是你刚才脱下外面这一件，然后去游泳。你们这一节重点不是要 below 了吗？饭店这次真的很贴心呢，从车站把我们接过来。对啊，而且房间听说给我们不错的呢。他们现在一样落实的那个防疫的政策，来这边除了实名制，然后全身喷酒精之外，还给了我一个他们的口罩呢。这个口罩有一股茶树精油的香气。
大家是很好奇，就是写真究竟要带多少东西？我现在就让大家看，对，我们两个的行李箱只有一箱，其他都是摄影器材跟服装。13，我觉得你怎么那么麻烦，要那么多人服务你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加行李箱总共13袋。你看它这里还有馆内活动吗？有按摩吗？舒缓瑜伽啦，有瑜伽。就它这里啊，真的在称为度假村，也是好希望。就是我今天不是来拍摄的，你知道它这馆内是真的是让你20小时可以待在这里有多活动。我们今天晚上6点多之后，就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他们很贴心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已经这几天可能没办法吃东西，对，所以他们准备健身餐呢。对，但是我们连餐都不能吃。对，我们今天中餐，我们正在空腹。等一下，我们今天晚上也吃。我们现在带大家一起去吃软糖。喂，他们很贴心帮你准备了无淀粉的料理。而且我现在还在12点在首播，然后大家在用餐，我饿得要死。我要开动。不行，因为下午第一颗镜头就是泳池，我们就要拖上半身。Peter说蛋白质难消化，因为我的胃会胀起来。不知道很多观众应该要跟我一样。对，我们的午餐就是软糖配充点糖分水。对，嗯，我绝对没有在哭，我眼光没有泛泪。你看，想吃这个，就这样吧。柳橙口味的杨远美丽帮我们就是准备了一个专门装法的房间，然后现在呢，泽泽，你怎么把湿成这样？因为我们等一下的第一颗景就是泳池照，你说还没有进去泳池先湿？对啊，你已经头发先染露露了，期待吗？我怎么样？你先不方便讲话吗？你没有看到我们在剃眉毛吗？sorry, 你怎么了？抱歉。好，反正现在就是妆法时间，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我们两个，交给两位了。好的 ，OK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玩完西装打扮 pose。没错，第一颗呢，就是我们在杨远美丽这里的泳池景。这边是重头戏，而且这边说不定会产出封面照哦，有可能是精装版，希望大家可以拍出好看的照片。我们刚刚没有拍，就我们刚刚在运那个拍摄之前，我们还有在做运动，对，我们还有稍微做充血的运动，对。还要吃洋芋片？你充血了吗，哥？我刚刚充血了，因为我真的是从来，应该说我很少也不喜欢，就是脱上半身拍照，但我真的克服，努力克服。哇哦，你们看，哇哦，开拍了，加油！跟我讲加油，对你跟我讲加油，一起加油，哦，我也跟你讲加油，谢谢。什么意思？那大家跟我讲加油，有人跟我讲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一起加油。这时候应该要来一杯，就是喝的，然后是鸡尾酒那种很漂亮的。这个原本是星期二晚上。好，我们3、2、1一起看镜头。好，3、2、1。刚暖身结束，现在呢，先拍哥哥的个人。对，哇，帅哦帅！有一只老鹰飞过来，然后再往这边飞。哥哥在工作，然后拍个人照的时候，弟弟就要做其他事情，我就在这边躺着休息，等哲哲拍完好了。真的有度假的感觉，就是必须要在边拍摄的工作里头寻找可以偷懒的时候。换冰吗？还行。哦，这样很有感觉。有用力。有嘞，有嘞。哇！你叫王宇最后那个往我身体。他不会。我看莲花重。好像是不是可以再快一点？这边，往那边。
这样好像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超龙，超龙有气节哦，我脚跨坐到他这边来，跨坐，等于是到他身体上面来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上来多一点。好，好。他们刚刚说我们这样看起来很像我没有穿衣服，这样子，大家这样直接三倍，就有人可以幻想了。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看的是非常棒的房间。我们现在要在房间拍摄了，好放松。你看，没有一直太低调了。我们现在先进入工作模式，等下晚上再好好的巡回跟享受我们的房间。刚拍的是刷牙照，然后我们两个非常认真的在刷，现在超干净。今天终于穿上衣服了，第一套衣服，然后就是 posy 的衣服，很好看哦。哎，跟平常的穿搭也不一样，我觉得写真集就是要这样，你要穿跟平常不一样，不然大家买这里写真不是跟你一样啊，跟平常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房里面的拍照大概要拍三套，然后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就因为早上不是拍泳池嘛，那我那时候是有穿内裤的，因为内裤是湿的，我不想弄脏人家的裤子，所以我现在里面是没有穿的。这样才是弄脏别人裤子。什么意思？我很干净的。第一，好，很好。在拍摄的时候，我觉得音乐哦，那边亮了耶。因为晚上到了，刚说拍摄的时候音乐真的是很重要。刚刚播这个，你看播这个噔噔噔噔噔，就像度假的感觉。对，我真的有哎。哦，我，我这个应该是哎，早上是用这支。好有趣，就这样子。微微，哎，哦，幼稚鬼。好，有没有办法看过来呢？我没有，先看过来。我压下去的时候，它发出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压头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哦，是，不是他现在，他现在是完全可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脂肪蛮厚的。他喷我的，想要是锁骨上半部，我都会冷到不行。刚刚太帅，我们两个其实去日本也都没有泡过公共澡。哦，我不怕我吓坏大家。20了，快20。再忍耐一下，再忍耐一下。加油！这句话是我必须要的。忙了一天，忙了一天，但是我们现在，我们今天的行程，我们就是要介绍房间。虽然说刚刚拍摄的大部分就是环绕一下环境了，但是我们要细细的检查。刚刚就在工作，现在呢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享受。国际礼仪，请。有镜头怎么补补？哎，没有哈，没有。Hello，Hello，好嘞，东西有放外面了，先拿进来了。欢迎光临。这格局跟刚刚不太一样，格局是颠倒的。这就是有一个更衣室，这边有一个更衣室，我们可以在那边换拖鞋，然后还有浴室。这道理说这个是四人床，因为它有四个床拖鞋。而且我要跟大家说，有一个超酷的。它这个电视是可以转，电视啊，对，它是可以。你自己发现的吗？对，它是可以这样子旋转。你想在客厅看电视，还是在床上？我刚不知道，我刚不知道这是电视墙哎，我以为它只是装饰。这个很有才，它只需要用一台电视。我们是不是也要寻一下那个什么阳台的部分？阳台吗？哎，对了，床底下，先看床底下。床上有东西啊？先看床底下啦。有 baby 耶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了？防蚊液。
很适合房间。哎、欸，这是床，这些床底是那个实心的，哦，就是它没有空洞的那一种。橱窗呢？衣柜开一下。衣柜这边也开过了，就是它是空空旷旷的衣柜。这个我倒是没有很懂，这个艺术品。然后这个可以来当放咖啡豆的，对。然后有胶囊咖啡啊，然后胶囊咖啡机、酒瓶、餐碗具，没了。冰箱是重点。冰箱有牛奶吗？因为有时候它就会写说。面膜刮面膜，哎，他有时候会说要使用者付费，我不知道。不然先让我们绕圈，你直接出去阳台，然后绕一圈。直接去阳台吗？对啊，厕所最后。这样，肚子好饿，喂喂，我们要加速检查，那我们就可以按。这是什么用？你吓到我了！吓到我了！我看到我自己，我吓一跳。你们吓到什么东西？打开，从这啦，从这。哎，厉害！是什么？这不能不会拉东西。用什么拉开？你说的、啊，他拉很多久了，我的没力气了。好黑呢，哎、欸，外面很黑呢。嗯，有没有灯啊？我不知道。哎呦，我你用手机，你用手机手电筒打开。王天友在外面吓人哦，这个你要做很奇怪的事。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有个行李箱那里。上一个乘客忘记带走、嗯。那你跟要跟他讲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打电话给佳慧，什么鬼、啊？你要干嘛？你想要弄我？你要干嘛？我在打电话。尽量把纱窗关掉。喂。哎、欸，我们房间里面有一个行李箱呢。这不是我们的行李箱。三十六。好，你到了跟我说，你到了跟我说。为什么这样子？是有人忘记吗？而且他的感觉是那种匆匆忙忙塞的，因为他的衣服还露出来。忘记关这个。厕所有什么东西呢？没有东西。想喝？想喝？想喝？刚偷拍完他们拍写真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回他们房间等他们整人计划。Go！ 这是微微房间的门槛，是不是很想要啊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到这是微微的房间，然后我们已经先架好篝火了。假发的话，我们会露一撮，一小小撮在外面，就类似这样子。然后等微微走过来，然后可能会他会稍微碰到这个箱子的时候，我的手就会从那侧边伸出来。OK， 就这样子哦，我们期待微微的表现。我知道，干嘛、啊？是谁？看这个装扮应该是简简吧，你很烦呢。我哪里烦？你为什么不过去看？谁一般人看到一个奇怪的行李箱会过去看？又不是我家。你知道我要怎么做结尾？我才是正常人。你知道会演一颗？演一颗是什么意思？不行，你要给我一颗，你要严格，你要帮他一下。好可怜啊！我要死了。伟伟，你不去碰啊！我在等超久哎。哎呀，头发呢？还夹头发在里面，有什么问题？哎呦！你们怎么全部在这？好啦，我刚刚那才是正常人的反应，请大家如果站在房间看到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就要第一时间把这个通道给柜台人员。你为什么要打电话？请离开你的房间。你去看一下行李箱。以下画面纯属娱乐以及预想，他们你们脑袋你们这小奶袋瓜预想当中出现的画面，请看。接下来是我们超大的这个庭院，你们看还有这个哦，哎呦。哇，下大雨耶！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拍完了，才下大雨，真的很不。